北肉片、陈菜、肉片、北京辅料铁丝、青红绿相衬，肉质细嫩，寒暄持久。北肉肉片主要选择猪的净瘦肉，切成均匀的薄片，莴笋切片，葱切成马耳朵，再切细姜蒜片。北肉肉片也要加一些泡二荆条、海椒，也是能起到提味的作用，同时也起到搭配颜色的作用。木耳提前用温水泡发，肉片呢，我们给它抹点基础味，抓匀，再加少许清水。抓至肉片起胶，沾手就可以了。北肉肉片属于是寒暄味，碗前比较简单，盐、味精、水淀粉，再加一些清水或者鲜汤就可以了。油温烧至4至5成温时，下入肉片。炒至散紫，加入姜蒜片炒香，加入莴笋片，再下入泡辣椒、葱、木耳，最后烹入鸡汁，稍微温一下，炒匀就起锅。这道菜如果是喜欢吃点酸味的呢，也可以在起锅时空落几滴醋，那味道是不摆了。北肉肉片是一道传统的老川菜，与家常菜木耳肉片类似，但是也有一定的区别。北肉肉片中木耳和莴笋主要是起搭配的作用，以肉为主，而木耳肉片属于翘荤菜，木耳和肉各占一半。同时呢，北肉肉片属于是白油寒暄味，是不加酱油的。木耳肉片呢要加酱油，陈菜就是偏棕红色。